还不回我消息啊？哎，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昨天晚上他的信号不好没收到，又或者是他跟我一样都喝多了，他看见了，但是他忘了。哎，我现在怎么那么紧张啊？紧张啥？别紧张，覆水难收。我告诉你，我还说呢。哎，等等，你接吧，我接。啊，接，快接。 接吗？嗯嗯嗯。在开会，有什么事吗？早上8点开什么会？你马上解释一下昨天晚上的微信怎么回事。 我把发给朋友的信息发错了，这人真的太幼稚了，一跟他扯上关系，他就说不清楚。你这样打破砂锅问到底，你不要这样。这次我没做错，是他先发信息的。你看一下时间就知道嘛，肯定是大半夜喝多了，然后就扔下了烂摊子嘛。那他喝多了，为什么要发信息给你啊？ 周末出去玩吧，好久也没过过二人世界了。好啊。那你要是不生气的话，亲我一下。快吃。 不知道怎么办，那种亲密无间的感觉突然没有了。刚亲一下的时候，还挺不自然的。